大番薯，哎呀，这个彩虹桥，这里没有大番薯吗？小二叔公，这里也没有啊。王杰，嘿嘿嘿，好吧。我们等10点是不是？嗯，差我不多了。该当其他的选手是不是？该打最好玩的猎神了。我看一下你。你最近有没有赢游戏？我最近赢的也是蛮多的，查他的5665块，跟我差不多烂。你只有玩一个机器人有赢而已，玩 AD 都输。玩滑板鞋基本上都是赢的、啊。各位朋友，我要变地神之后，大家最喜欢的变身系列，准备来了。来，哎，我先挂，等下播。而且克里斯比较好啦，这个真的是那个超卡的。还用克斯？对啊，等等用克斯，太卡了这个，听都听不到他讲话。听都听我要讲话，那个真的是累格，太累格了，太卡。为什么聊天是一直在打追随时间啊？怎么那么无聊啊？等一下工商完再看，再看要不要再打一场好了，看大番薯有没有想要打。我先把通知关一关。他如果没有想要打的话，我应该就是。工商完，然后关台了，因为我还要回家写提案，不是提案了，写东西，写公司的东西。等10点吧，还是现在做个下运动啊？干，我已经3天没有运动了，干。忙到他妈没有时间运动，赢一场再关，感觉今天就赢不了啊，太废了。我已经3天没考了，真的。开台做运动。对啊，3天没考了，阴阳师没什么在玩了，连上线都没什么上。3日不运动，体重可增，体重可增。开高。抽身卫生纸开敲，等10点吧，10点要攻上猎神，剩10分钟而已。我感觉我平常就已经瘦了，视讯里面好像更瘦，挺委屈的，视讯真的很猛。有工商才玩阴阳师，没工商分 game 不会啊，阴阳师真的很好玩啊！你干真的别傻了，我记得很多干爹干姐都还在我的那个阴阳聊里面吧，而且我那个阴阳聊我上次上线看还都是那种5个小时内都有上线的那种，对啊，这款游戏是真的不错啊，只是它太累了，我现在会弃坑都是太累，黑鲨也是，黑鲨也是不错。这都太累了，我没有时间玩，我时间不像你们那么多，真的、喔。不对，我跟你都是24小时，应该说我要花其他的时间做别的事情。干羊师真的是干羊师，黑鲨也是挺那个的，挺累的。
不过我最近拉一下我身上的皮，我是觉得胖子好像真的皮是挺松的。对啊，你看这个皮就这样子，就是你这个好像真的就跟你吹气球一样，把它吹大以后，你再怎么缩它就还是松垮垮的。不然我们来示范五分钟做运动好了，我来教你们几个动作。聊天室的肥宅们动起来，我看要怎么教你们会比较好。我是不是要把视讯放大？等一下，我们的视讯是不是要调高？我先教你们做伏地挺身好了。可是我穿衬衫呢、欸。其实主要像你们一直都在那个电脑桌前，你可以做简单的伸展就可以了吧？如果你有什么办公室的那个办公室需要久坐啊，长期使用键盘滑鼠盯着萤幕啊，诸如此类的啊，卫生纸拿出来。我从小到大都瘦的皮也是松的，这是什么甜甜圈哦？不要，我不要吃软糖，恶心死了！而且问我们今天还在公司啊 ，YC， 你在 stand by 啊？我等你下班啊！白痴，你在等中华电信炸啊？是啊。反正你就简单的拉手啊，我想想看，应该这样子拉就可以了吧？你坐办公室你就简单这样拉手就可以了，这样子拉，但这看起来好像很诡异哎，这样子拉，哎，不要拉到脖子就好了。对，就是拉你这边后面这条，这样子，你就这样子拉，然后另外一边可以再拉，哎，另外一边怎么拉？这样子，这样子拉，对，差不多，你后面这个就行了，把脖子扭断，还好啦，这不会拉断脖子，你拉不起来就是太胖啦，真的，拉不起来就太胖了。然后扩胸做一做，扩胸就是这样子 hold 住以后停一下，然后再弄回来。你看侧面会怎样？侧面这样子。那你要脸看前面吧，然后胸部挺出去，这样就行。基本做这两个吧。胸部应该是有变小了。这样拉没有到很难啊，这个只是你筋不够硬啊，筋不够软而已啊。就平常没事就拉一拉，这样子拉一拉，拉个方啊，拉个那个方长方形。头是边，有没有？手臂，这样子拉一拉，这样就好了。这样拉一拉。然后你可以你坐椅子上，其实还可以坐那个。我现在好像坐不大起来，这个椅子太高了。这椅子太高了，坐椅子还可以做什么？这椅子太高了，你就前面一点，这样子起来，挥，到底要强奸地板没？我都准备好卫生纸了。滑鼠垫是小咪的，他就自己把我放在小咪那边。这小咪的、啊，滑鼠垫是小咪的，这是对，
谢谢台主，我靠，好爽！不谢不谢。恶心。好，差不多了，9:56了。Skype 真的难用。有要打落吗？没有，等一下工厂，我们等一下要玩猎神。猎神，刚工商完了4连败，等一下看王友杰有没有在排吧，没有要排的话我就要闪了，我要回家写功课了。苍老，当然啊，白痴，你从。S7的时候看我，不是，我在讲什么？你从 S1 的时候看我，然后 S1 的时候我几岁？23岁，我现在已经27了，23跟27反正就是有落差了。以前比较稚嫩啊，年轻啊，伏地挺身，那一次做，这边照得到吗？照不到就算了，照不到了。稚嫩的身体，8下，差不多吧，累了。我记得应该还有交叉吧，我交叉应该也是可以做。完了，喘了，喘了，完了，完了，累了。太久没做了，军训还有在跟你做吗？目前没有，目前没做了。我会做刚刚，我想看哦，正常伏地挺身要20下。然后交叉要40下，然后还有一个强什么长短手也是20下吧。你不是一天差不多，他没那么瘦，手臂要差不多这样子。谢订阅 LAM， 感谢你的订阅。哎，我的截取卡嘞，哦，我找到了。肥宅做运动只拍一集而已。其实我已经达到目的了，只是差吉祥而已，要看吉祥时间吧。我其实已经瘦到目标体重了，
只是吉祥好像又回去了，他好像又回去了吧？他数字好像又回去了，真是没怎么救耶，邱吉祥。